接上面一条啊，这个呢是给咱们老乡，是给我们老乡啊，联盟的一台160型的饲料飞机。上一条视频呢，我用这台机器加工了一下这个青草料，这个呢是青草料压制出来的颗粒效果啊，可以看到啊，这成型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，绿油油的。但是上一条视频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就是呀，小哥从来不拍样机，上面写上咱们用户的地址还有姓名，保证您收到的就是这台机器。下面呢再给您试一下料啊，写上名字再给您试。用粉料，还有这个呢大家比较熟悉啊，这是发酵后的玉米皮儿，就是发酵的玉米秸秆，用这两种料，一细一粗，看一下这小型的饲料飞机压制这两种料效果怎么样。准备开机，大家看一下，同时也可以和这个清料做一个对比。咱们一半啊，准备开机。先来这个，这个料比较大，下料速度会受影响。看一下这个出来的颗粒效果，这颗粒怎么样？硬度非常高，这下料速度快了。看一下麸皮加工的效果，哎，做一个对比啊，可以看到啊，这麸皮压缩比很大，但是量很多啊，同样一盆料，这个料呢就非常的少了，看一大盆，因为比较蓬松，压缩了这么点，黑色的，主要是黑色的，这个是发酵的玉米皮儿，然后呢这个量就比较大，这个是麸皮，看一下这个颗粒的成型效果相当不错，整个压制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粉料产生。然后再对比一下，这个是青草料颗粒啊，稍微一晾晒，这硬度啊还是非常高的，看一下这样的颗粒。好了，这就是小哥的做事风格，写上您的地址和姓名，保证您收到的就是这一款机器，避免说狸猫换太子，给您换一台不是这样配置的机器。好了，喜欢小哥视频记得点个关注，点关注啊，您下次用机器的时候就好找到我了，感谢大家支持。